范冰冰精致五官、水煮蛋肌肤有目共睹。为了保持肌肤最佳状态，走在路上饭店大厅都在敷面膜，江湖中谣传一年要敷700张面膜，但他说其实这个数量远远不够。日前趁着工作空档，特别和粉丝分享敷面膜其养肌秘诀，要粉丝和他一样美。范冰冰分享平时自己忙碌时的保养方法，每次结束工作上车前会卸好妆并拍好化妆水，上车后先用精华油按摩脸部，按摩时间大约5至10分钟，让精油渗透皮肤后再按摩滚轮翻覆做向上提升的提拉动作，大约推5至10分钟后脸上的精油差不多吸收了，接着再涂上1到2支玻尿酸精华。擦完精华后敷面膜的时候到了，范冰冰有个小诀窍，会把面膜冰在冰箱里，冰过之后敷就会有很好的镇定效果。此外她特别点出很多女孩会觉得某些面膜精华液不够多，不过她认为并不是精华液越多你的皮肤就能吃到更多营养，能够被皮肤吸收才是对自己最合适的。面膜之后的保养，范冰冰会再涂上精华和面霜、眼部精华和眼霜，如果还是白天就会多擦防晒 BB 霜，晚上的话就会单纯涂口红并戴上墨镜，这样就算遇到粉丝也没有问题。